Kelvin。喂 ，Hello 阿 Ben、Nicole、雞鼻 ，Hello 小甜甜。Hi Kelvin。人哋話你成熟啊。有冇沾自己好開心啊？我系嘅。你有冇预备定？如果今晚同你啊，即系安排你同阿小甜甜倾偈，你会同人哋点样倾啊？问啲咩啊？嗰啲噶？我有啊，其实我都有啲嘢想问阿小甜甜嘅。咁啊，嗱，你哋互相打咗招呼先，跟住倾下偈，我哋就将呢段时间交俾你啦。我最爽就系呢段时间。我系可以自己做。作为一个节目主持，我哋去布置宴席。我而家谂住出去煲烟，食个汉堡包嗰啲咁样样。嗱，交俾你哋，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打嚟啊。好，你嚟倾啦。系 ，Hello， 系你好啊，小甜甜。Hi， 我咁你啱啱复活节有冇去边度玩咁啊？都有嘅，头两日落雨，不过所以净系之后嗰两日之后出街。哦，即系你都系 stay 喺香港呢度。系啊，系啊。哦。叫下 friend 咁样咯。哦 ，OK， 哦，咁你平时同 friend 多数会去边度玩多噶？除咗我记得你好似你有打羽毛球噶，系咪？我记得你上次话系啊系啊，但系我啲 friend 唔打噶，所以佢系碰碰碰墙打噶，佢单打自己打。我系咪同即系同屋企人打咁样啊？可能唔系啊，即系出面学嘅时候咪一齐同啲同学一齐打咯。哦，即系你系 tick 嗰啲 class 嘅，系啊系啊。哦，咁系啊，咁你仲有冇 tick 啲咩其他兴趣班咁噶？我都有打泰拳噶。哦，系啊。咦？你今日好似冇同我哋讲喎，打泰拳呢样嘢。但系呢排冇打咯。哦，即系有打过下。之前系啊系啊。O K。停咗一阵。哦。哦，系啊，你喺边头打？但系初级班嗰啲嚟嘅啫。哦，咁你喺边头打？曼谷啊，你个喺个是打嘅地方都得嘅，其实芭提雅喺香港打清迈啊。我唔系，因为系咯，咁都咁你除咗啲即系动态啲嘅运动之外，你有冇其他兴趣咁之类噶？睇劇咯，睇 YouTube 咯。佢有睇 Netflix 噶，你有冇睇 Netflix 啊 ，Kelvin？ 我冇啊，我想装嘅，但系我屋企又我又唔系咁多人睇，我就得我一个人睇装咗，咁就好似好嘥咁。系咯，我觉得你睇美剧多啊，系嘛？小甜甜。系啊，系啊。哦，咁你会唔会都睇下，譬如韩剧啊，或者其他啲综艺节目啊之类咁样噶？之前有睇咯，即系 Running Man 嗰啲咯，啊，即系睇剧集嘅，但系我觉得啲剧情好似有啲闷，即系韩剧嗰啲。啊，哦，系，所以我就OK， 美剧好睇啲，美剧多啲题材咯，剧情啲啊。啊！不過我最近睇嗰套都已經是 House of Cards 係咪叫做 House of Cards 好耐啦，不過好似仲有嘅呢，好似有嘥過一個直至個總統被人懟走咗啊嘛。係啊係啊係啊。Kevin Spacey 啊嘛。係啊係係啦。知唔知佢點解冇得做噶？我唔記得咗啦，已經。佢冇得做原因，因為佢惹上咗 Me Too 緋聞。跟住俾人叮走咗。知唔知咩 Me Too 绯闻啊？即系 Me Too 事件啊？哦，即系 harass 啲女仔啊？系啦，唔一定系女仔，男仔都可以嘅。系啦，知唔知 sexual harass 人哋咧？性骚扰人啊，可以系性侵添。好啦，你可以倾偈啦。我其实耐不时同你讲下嘢，等你哋舒缓下嘅啫。咁系咯，咁。嚟紧放假会唔会 plan 去边度旅行咁啊？你放假即系几时放假？系啊，即系六日。我唔系嚟紧，可能五一啊，或者哦，冇 plan 啊，今年都应该唔去旅行，下年哦。
哦，系啊，哦，但系都会同啲 friend 翻大陆咁样嘅。搭骨啊？哦，系啊。搭咩骨啊？有噶。有啲咩讲噶？骨啦。有冇人撩过你搭斜骨啊？冇啦，唔系就系聊男人咁样。唔系，嗱，所以话你今日冇听节目啦。上个礼拜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冇听。上个礼拜我同鸡髀做嗰一集，哇，好精彩啊！精彩到嗌救命啊！嗰个女听众真系冇得顶啊！话俾你听嗰个故事，你有冇买香蕉噶？有啊，咁你要听翻重温啊！你要听翻重温啊！上个礼拜四就哇冇得顶，话俾你听，听完可能你都想去揼啊！都可能是的，不出奇的，不是讲真的。我听到在 WhatsApp 有几个听众说听完心痒痒啊，听完我都想做师傅。你两个要不要即刻去？我不用，因为我不觉得有机会有好好的客，我又没得揀客。因为你来到的客是那些喂大佬啊，你试验这样你做了。哪有 no 啊？我是弹客，即刻弹个客走。哪有得弹啊？不是你揼得好衰咯。你来个李斯，你都按你身头，你黐线啦！即刻斋揿佢死，要揿死佢啦，系咪？叫佢自己坐 O 线。Sorry， 继续，你两位继续，你两位继续，我阻住你哋。我唔会，我咁你翻大陆玩系揼骨啊，头先话唔系真噶。我揼骨啊，同埋有冇玩嗰啲密室逃脱噶？吓、啊？在大陸你淘鐵到呢啲咩？好叻嘅咯，因為大我聽我啲朋友講，佢話大陸嗰啲密室逃脱就好玩過香港嗰啲好多嘛。因為香港佢可能因為嗰啲職員都唔知係點走，啲職員都唔知嚇你走唔到啊！哎呀，那死定了，我都沒有辦法，開不了門啦。佢會問翻你，哎呀，怎麼辦啊？嗰啲。你玩你玩啲咩主题？好哦，哦，我话俾你听啊，你讲个密室逃脱咧，喺我唔知你有冇睇 Sherlock 啊 ？Sherlock 有啊 ，Sherlock Holmes 系啦，小联都有睇，咁啊 ，Kevin 你有冇睇啊？英剧我冇睇啊！你一定要睇，一定要睇，除非你唔中意呢啲诶侦探嘢。如果你对侦探嘅剧啊、小说啊有兴趣，你一定要睇，好好睇嘅出嘢。而家咧 ，London 咧有一个又系密室逃脱，有几关嘅，全部都系根据翻 Sherlock 嘅地方啊、布景啊、人啊之类之类咧去设计。我有兴趣去。哦，年底啊，年底啊，我谂住年底同阿Nicole去。系。哦，喺香港啊？你话唔系 London 啊 ？London 系啊，喺伦敦真系有喂，好玩啊，大佬！如果你中意玩呢啲密室逃脱嗰啲，我咁大仔未玩过噶，除咗自己反锁自己之外，或者俾第二个反锁翻你，系咯、啊。除此之外，我未试过密室逃脱噶。嗯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又暂乱你个病。我唔会，我惊咧，你两个讲到咁上下咧，啲听众喂点啊？佢又系咁。佢又一問，嗰個又一答喎，咁樣。不過你哋可以繼續嘅，嚟繼續傾啊。嗯，咁或者小甜甜，你有冇啲咩嘢你想問我嘅，或者好似而家老都係咯，我好似我冇咁平日放工，我記得你話係咪5-6点放工啊？即係都幾早。咁你放工之後有咩做？我其實我都係。打拳咯，一三五會去，但依排就可能我因為我親戚嗰度親戚嚟一間，幾時走啊咁？下個禮拜我親戚每個月嚟一次咁樣，唔係我冇嘅呢度係啦。咁我親戚開咗間公司，咁所以就可能去 part time 幫下手咁。我而家要有陣時。咁就係咯。小年你問佢咩公司啊？你問佢咩公司？睇下係咪開嗰啲奇怪嘢嘅？唔係，佢係類似點講咧？佢係做一啲SIM 卡嘅批發同埋零售。我明白，因為而家好多嘢都要用到嗰張 SIM 嘅，包括我哋自己嘅身份證上面都有張 SIM 嘅。哦，唔係嗰種，唔係嗰種。你講電話卡嗰啲啊？電話嗰啲係啊。咁你講清楚係電話咧。係啦係啦，咁佢係咯，咁可能有啲 design 咁樣要幫佢手做下。design 張 SIM。
星星型啦、心型啦、長方形啦、圓形啦。唔係咁即係可能你上面啲印刷你都有個佢有個卡套啊 ，packaging 嗰啲啊，係啦。你去泰國嗰個簽卡一定係印個佛喺度噶啦，你去台灣嗰個一定係印個101噶啦，你去日本嗰個一定係東京鐵塔噶嘛。係啦係啦，即係類似。咁 design 條命有咩要 design 啊？咁都應該咁講，佢都要，咁你都有人識用多 software 噶嘛？咁佢冇人幫佢做，咁我咪即係簡單嘢幫佢整下咯。嗯，咁咯，係咯。咁收錢㗎？冇啊，唔收錢㗎。咁都係小甜甜，小甜甜，佢蝕底貨嚟㗎佢。中意做義工啊？都系嘅，咁大家熟人咁就系啦，冇计啦，呢啲咁就好抵得流咯。个人好好嘅，我都觉得做人系唔可以计较嘅。好抵嘅抵，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，足本重温，声音下载服务，年费1000蚊，请即订购支持。